那其实呢，我们有缘聚在这里，都是瑶池金母给卢师尊开了天眼以后呢，他跟我讲了一句话：从今而后，你要去广度众生。就因为这句话，我这一生啊，全部就卖给了药师金母。就因为这句话，才有出不来事故，才有这个 Why Minihan 啊的 student。还有在这世界上那么多的雷藏寺，那么多的分堂，全世界都有弟子，包括很远的、很稀有的，在非洲、肯亚、象牙海岸、南非联邦都有弟子，而且还有分堂在那里。很远的，在蒙古、蒙古里亚，在哈萨克，都有弟子。以前中国大陆有一个新疆的民歌王王洛宾，那么偏远的新疆哎，王洛宾也是郑和宗的弟子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这里也来了很多这个很多很偏远地方的弟子，像苏格兰、爱尔兰啊、英格兰，当然是英属三岛，另外比利时啊、丹麦、瑞典、瑞士，整个欧洲，那中东啊，中东的国家都有很多的Chubra School 的弟子。Russia 也有啊， Russia 的弟子啊，翻译了俄文的书，他把俄文把我的书翻成俄文寄来给中委会，中委会就给他收藏，因为我们这里没有一个懂得俄文，没有懂得俄文的，我们这里有人懂得俄文的吗？罗夏的，因为如果印出来一本也卖不出去，没有懂得俄文。俄文的弟子把我的书翻成俄文，希望能够印出来，但是好像我也搞不清楚俄文的罗夏的字是怎么样子。那么到了冰岛啊，到了冰岛一样有点也。挪威，然后我们挪威还有出家众在那里。挪威啊，那个大使，这个冰岛、挪威，
他在瑞典，他是驻瑞典的那个大使。好，监管挪威。对，就在挪威啊、瑞典啊、冰岛啊，就在附近吧，都有地址的。那瑞典的地址那边还有同修会嘛？好，现在是雷藏寺。现在是雷藏寺，你看，瑞典都有雷藏寺。这个都是谁弄出来的？是药师金母弄出来的，不是我，是药师金母。我这一辈子，我没有什么靠山，什么都没有，我的靠山就是药师金母。莲花童子是他跟我称呼的，你就是莲花童子。我在26岁的时候啊，非常的清楚，他告诉我，你就是莲花童子。就是这样子，所以这个也是很殊胜的一个因缘。非常殊胜的因缘，希望啊，我们大家都能够修行有成就，每一个人都回到佛国净土，到了麻花上莲池。这个一定的，一定的，而且大家都能够回去。